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35届中国围棋天元赛决赛的第一局。我是王睿，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王浩洋老师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中国最悠久的头衔战，争夺天元头衔的这么一场精彩的比赛。王老师您好。好，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下午好。那么应该说这一届的天元赛，它的赛程还是很紧凑的。在昨天休战了一天之后，那么这个就是挑战者决胜战休息一天之后呢，这个谷子豪马不停蹄，马上就开始向在位的天元杨鼎新是发起了冲击那么天元赛呢，现在是决赛是三番胜负。那么接下来三天呢，如果下满三盘的话，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一盘精彩的对啊，他局。就没有休息了是吗？对，哇，那这个赛程确实是紧密。是的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本届比赛的所在地啊，同里叫天元文化院。同里杯中国围棋天元赛的决赛，同里湖畔迎来了决战高潮，中国围棋天元赛的决赛开赛。同里杯中国围棋天元赛在龙凤山，是1987年。第35届同里杯中国围棋天元赛开赛。那么天元赛是历史非常悠久了，35届。那么它落户同里啊，这个时间也很长。应该我印象中是2002年。同里开始承办了天元赛之后呢，就是一直是这个坚持的办赛下去，并且还为天元赛呢专门修建了这个，文化院，天元文化院。感觉围棋是不是在同里就是已经感觉像一个标志一样？对，它的标志，它的名片了。对。浩洋去过同里吗？我路过，我那个当时我在想考虑要不要去，就其实我就在旁边，就是在他那同里的旁边。当时其实还在想，现在不去吧，将来有机会，万一有机会作为参赛者去呢？同里这个古镇非常漂亮，去过几次，确实是这种江南水乡的。当时很想去，但是还是想着万一哪天是吧，作为棋手去参加比赛更有意义一些，感觉好像更好一点啊。到现在还没有机会。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因为我相信同里和天元的这个缘分和围棋的缘分一直会延续下去。那么今天呢，这个天元赛决赛的第一局应该是两位棋手是拆先决定这个黑白。那么经过拆先，谷子豪九段是黑棋。浩洋，我们先进入棋局。好的。那么比赛呢，现在还是在激烈的进行当中。应该今天中午12点半开赛的。这第二手棋就看出来这个杨鼎新的一个决心，我觉得就是感觉，就正常人的话感觉这个下在这边脚还比较多一点。因为他这个小木的位置嘛。对，就是因为就从棋盘的那个坐的这个姿态。我想象其实就是黑棋等于是谷子豪在这一方，然后杨鼎新在这一方。就是谷子豪的第一手肯定是落在右上角的。对，这是一种礼仪。然后正常来说的话，作为就是咱们如果那个平和一点的话，就落在咱们这个自己这边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对。然后你直接就下到了对方的这个面前。等于就是他在坐在这边嘛，然后直接就怼到那边来了。反正有一些这个比较微妙的。对。这个感觉在里边，有是吧？我觉得有啊，除非就是他要不就是完全熟知了这个就是谷子豪的这个布局套路，然后打破他的套路，要不然就是一种决心，就是这两种可能。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从第二手就针锋相对了啊？气势上已经有一种这个争胜负的感觉了。黑棋是错小目，错小目。错小目，错小目的话好像在现在的布局还是少见了，比以前的时候少了很多。现在更多下星位。对啊，但是我个人还是经常下的就是错小目。就是可能这个跟这个个人风格也有关系。对。但确实比以前明显还是少了很多。然后白棋选择了低挂。反正这种局面的话高挂也可以，就是。对，低挂高挂好像应该都是可以选择的。就是反正，
从电脑的角度来说，他认为高挂呢肯定在局部来说是一个稍微那个损失地的一个、一个变化啊，就是从局部这个右上角这个局部的来说，是电脑认为这个白棋啊稍微有点慢，就是感觉实地付出的有点多，然后自己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将来这种地方，就是比如说你将来如果说白棋这里你有拆边了，然后黑棋他将来啊他这地方还是要去弄你的这个啊，还是有手段，对，他就是看着已经就不是很大的空间，黑棋还是要去冲击你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电脑觉得白棋的他这个下法是有点损失地，就是特别神奇，就是那个这样下，然后走完之后特别神奇的搬一个，然后哇，这个有一定的水平的棋友应该是这个下法应该是见过的啊，但下一步黑棋这个哦，这个就看起来就像是好棋的样子啊，就是反正我跟别人韩国的一个棋友下过，然后他下完之后我实在是搬了，然后被一断呢，这个棋就后来就不太好下了，这个棋就不太好下了，就是实战反正后来下了很多手，就是我们就摆一摆吧。好，这样的话只能打到外边 对，然后这个棋然后白黑的再吃回来，再吃，对，那么白棋也只能断打了，对，白棋断打，黑棋提吗？黑的提，这形成了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变化，对，这个看起来黑棋是要在里边做活吗？不，黑的是要在里边跟白的决一死战，对，要把这拐回来。这一拐回来，现在黑棋里局部是活不了，活不了，对。但是因为这有一段，对，白棋呢也是。如果被黑的先退一下的话，黑的气太长了，对，气很长，对。然后白的肯定要小心。然后呢，黑的吃，这就形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当黑棋这样去下的时候呢，这个白棋如果搬呢，可能就会形成这样的变化。那这样的变化呢，就是白棋就不行了。但是第一感看上去呢，其实不一定，就是白的打了粘上，然后团住，然后白的搬这个黑的团之前可以先打吃一下，这是他的权利，对，然后再团，再团，那白棋要吃棋只能搬，黑的搬。在我们黑棋里面一二三棋，然后黑的搬，嗯，白的打一下，然后接上，形成了一个手数极多的一个，但是变化不多的一个变化。看起来这个进程有点一本道，有点一本道，对，一本道就是说还是蛮有必然性的，蛮有必然性的。然后白的把这个提了。就是这下完以后肯定是一个比较有视觉冲击的一个对一个变化啊，下成这样，双方都是各取所需哈。看上去棋友们肯定觉得哇，这白的提了这么多，这黑的就提四个，是不是白棋挺好的呀？这个，但是白棋提了七个，白棋提了七啊。但是我后来下成这样，如果是看胜率来说的话，黑的已经90了哦，那这个胜率。还是比较悬殊的了，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白的是完全不能这样下的，那这个一个变化就要就90了啊，就要结束了，就要结束了，对啊，其实确实是现在你分析过来，因为这个刚才是白阵对吧，对，白棋是一个拆，然后一个加一个拆，高拆一个再拆二，对，应该是白棋的势力范围，但是黑棋打入进去之后黑棋其实还是有一定收获的，主要把这个四个提了，这个脚上太厚实了，太厚实了这个脚上全是木，包括这个头还能够打到一下就白的看着提的多，但其实他没有多少木，干木，对，他没有多少木棋这个反正是一个，对对，跟这个配合也有关系是吧，对，他但是他放在这儿是最好的了，但就算在这儿白棋也不行，也不行，但是他放这儿更完美啊，就是这肯定他越大越好，现在因为你反正也活不了，就是那恨不得放到前面，对，效率更高对这是一个反正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就是说现在的 AI 对我们这个以前的这个认知还是有一些颠覆的，我感觉就是本来我们觉得这个白棋你看我都把你这个实地都给你了，我这拆边将来拆一拆我围点木就还
就还是你就能接受了吧。然后发现他这个棋他把木捞了，他还要去冲击你。嗯，这个棋确实就是后来等于我看完以后就这样的一个局面吧，就是然后跳完以后搬，然后哇这都没问题，白棋这样应对都没问题，就是从那个看的结果来说。然后当黑棋靠的时候，白棋应该冷静的不应了。这是 AI 推荐的下法是吧？对啊，应该冷静的不应了。这个就是这个还不太容易想到，就不太容易想到，因为这感觉你已经拆了一个，怎么被别人这个一进来，然后你就不敢硬了，就被扳住。虽然黑棋在这边是损了一些，还是损了一些，损了一些。这里就得要判断一下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差不多，差不多，这样的话差不多啊。就是这个地方还黑的还挺损，就将来白的扳了虎啊，这个就是肯定还是挺损的。对啊，当然就是如果真的你这样去下的时候，白棋可能很难想到这个不理了，直接。如果之前没有没有学习过，对对对，临时临阵去想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有点，其实第一感是感觉有点退缩的，是吧？对对对对，可能不见得能忍下来。当时他下的时候呢，其实我有想过就算了，但是只是想了一下，就是在实战中我还是没有敢去这样去下。第一感觉得这肯定比较亏，对，是吧？对，好，我们又学到一招啊。这个确实变化，这个变化还是挺有用的，因为确实经常能吓到。其实我们可以在实战当中这个尝试一下。对对，这个小孩们他们就是这个对手呢是韩国的一个陈世英八段跟我下的。然后呢他那个头他那个头像呢是一个蘑菇头。啊，你是个网棋。对对对啊，然后那个他们那个小孩就给他起了蘑菇头定式，就是蘑菇头下法这个。就这个靠这招。对对对，说是蘑菇头下法。是他率先下出来的是吗？我以前见到也有下，我以前好像最早出现好像是金智熙，金智熙下的，金智熙跟朴天桓的一个棋。但因为他跟你下的时候啊，对，印象比较深。对，他使出来以后，我发现不是很好对付，然后我就会就通过 AI 去复盘，然后看看这个地方是怎么下的，发现确实不好对付，就是就算白的吃，黑的也不亏，就是白的下对了，白的也不亏，你要下错了，那你可能。就像我实战这个棋可能就不好下了。是的是的。好。就我们回来，就是说这个棋当然这样的一个格局的话，我觉得白的高挂也是可以下的，因为毕竟黑的这个配合把它限制住了。实战呢算是选择低挂，这也都正常。正常。对。然后黑的飞，然后白的走这个。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变化。然后黑的挂角。这个开局都是比较平稳啊，是，顾子豪九段也是我们著名的这个力战派的选手，啊、是吧？对，他的前一天挑战者决定战，我不知道你那盘棋看了吗？我还没，没有啊。那盘棋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和这个我知道是李清城，李清城、对对对，他和李清城这个争夺挑战权。那盘棋呢是他打入李清红的空里，李清城要去吃他的大龙，最后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因为中间是有很多这个回合啊，就是李清城也是最后是选择了玉碎，但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反吃了一个四十多子的大龙，就是他打入进去把别人吃了，是的是的，这个让人印象很深刻，这个力量之大，这个对对对。那么他对手杨鼎新呢，杨鼎新天元呢其实风格我觉得不能算是特别力战，杨鼎新风格比较均衡，我听是不是？我忘了是听谁说的，但肯定是一个也挺厉害的棋手说的，就是他说杨鼎新就是在目前世界棋坛吧，应该是把后世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人，就是唯一的一个棋手，是吧？就是他不喜欢实地，我觉得80%，90%90%的棋手可能更愿意选择实地。有人不喜欢实地吗？就是杨鼎新他更愿意下后，就是而且他是可以把后势发挥的非常好的一个棋手，是另一派武功。他是另一派武功，就感觉像是练内功的那种感觉。那么今天这盘棋会比较好看。那杨鼎新和顾子豪他们两个也是同龄人，都是1998年出生的。战绩上来看呢，应该是杨鼎新是要占上风啊。那就是我觉得7-3，他们这个风格有点克，相克是吧？对，
就是你想他打内功，你这郭老师他这个明显是练外家的，他你打跟他打不到一块去。哎，所以我们要这个拭目以待啊，看看今天这盘棋走向是什么样的。对，尤其是反正顶爷这个白棋更不好对付，这个白棋他慢悠悠的推一推着，胜率比较高。他还是有这个有一些本钱是吧？对，是的，好，挂角。这开局都是双方好像还是一个相互试探的过程，是的，是吧？是的，接下来他是，当然，其实黑棋的这个开局怎么说，不太像是郭老师的风格，我觉得，就感觉就是他明显立战派嘛，但是好像明显大家有点扑扑地板，对，比较平稳，对吧？有点扑扑地板的意思。这个先这个，这要我这个郭老师这不加过来跟他战斗吗？这个这个稳住，先稳一稳，先稳一稳。其实顾子豪最近这个战绩非常的出色啊，当然也是最近天元赛他能拿铁棒拳，说明他之前一直是连胜的嘛，是的。所以呢，从今年开始他好像没有输过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这么厉害，这么厉害啊，真太厉害了而且等级分来看的话，哎，特别巧，他们两位。杨鼎新是现在第二位，顾子豪是第三位，所以他们这两个呢也是有点这个我们第二人之争啊，第二人确实是吧，确实啊，因为现在第一位柯洁还是领先优势比较大的，对，然后挂角夹击这个都反正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吧，就是比如说白的走这儿走这儿，或者走这儿走这儿，反正我觉得就加一个就好啊，因为你要是正常小飞硬的话呢，这个黑棋反正拖进来，就是他有可能这一下把这两个地方都处理好了，就是很容易他一下子处理好两个地方。比如说最简单的吧，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没有发生战斗的一个图，然后像是这样，对，像是这样的话，等于黑棋这里明显是下好了，然后这个子呢，现在他由于已经下成这样了，你说你将来去加他吗？好像也。这条边价值会变小，觉得也挺没意思的。然后你要将来飞呢，感觉也没什么意思。就这条边，就这个词，感觉它也差不多处理好了啊就是不怕了。就所以说，等于他这下后了，间接的把这也照顾好了。所以说作为白方来说的话，正常还是想去要去加工黑棋啊。就是按我们说的话，就是说这四个点都可以选。当然现在选择的话肯定要偏向这边一些，因为你这边不管怎么加的话，就是有可能被别人拆二了这里。就现在这两边。对。因为这四个点其实选择就是说更偏重于哪一侧是吧，对。比如说你要是。重点是在哪边。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换一个格局，那么这四个其实你可能偏向这边就多一点。因为他现在拆二的话，就是他只是一个立二拆二了，就是不怕他拆二啊，对，不怕他拆二了，对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一拆二的话，因为我们这脚上你还没有给他封住，这还有个飞，那么就是说他这个棋他已经活了，就这边已经活了。然后这边的话，他反正有点三三，有转身什么，他这个就是变化还是比较多。就但是这四个的话，应该就差不太大，就是反正加一个，他选择的是这个加这个加，对对对，加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字限制住了，对，限制住了，对，你没有拆二，哎，对，拆一，对，哎，对，是的啊。那么现在的话，等于是因为黑棋这里有点角有转身，这边的话他没有转身的一个机会，所以说他的现在重心是要攻击一下这边这个字，对，然后这个时候呢，黑棋就选择了这个转身，对，反加。这个以前其实我们最爱的点三三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已经见不到了。就是现在这个棋。这个局面下点三三局部定式是不是其实还是可以下，但是。局部不行了。局部已经都不行了。对，就是说你现在尤其你在这儿哈，就是我们说换一个，我们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近了吧，已经很近了，然后你走这儿，然后白的就搬一个。还要再补一手。就补一手。就特别慢慢悠悠的，但是黑棋已经不好了。黑棋已经不好了。即使这样子黑棋都不好了，再补一手。就是黑棋为什么不好了，就是说我们看就是等于这个这样。然后我们就再给他收割一下。下成这样了。这是不是很正常？
在目前的布局来说，是很正常的，点三三定势，嗯，应该是比较正常的。那么这个时候，黑棋搬粘和白的虎一个交换，那肯定正常来说是不便宜的吧？黑棋这个搬粘和虎交换，这边有子它也不便宜，也不便宜，对，就是有子它也不是很便宜这个棋，然后等于它实战白棋这个虎没有放在飞的位置，嗯。就是肯定不如虎，嗯，但也差不太多，嗯，但是你靠了一下，这个很亏。你靠了一下，那我这个棋比虎一个还要好，对，就我的效果比虎一个还要好。那么这我还原一下，其实黑的就已经不是很好。但是这个子会高一路哈，这高一路和低一路也其实好像不一定，差不多，差不多吗？差不多，就是你看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是就是这样的这个棋，嗯。现在原来咱们下棋是不是都是跳出来的、嗯、这个棋？对，是不是都是跳出来的？是。但现在 AI 推荐它都是飞出来的。嗯，就是其实差不多，就是这种棋，就是你也很难想象为什么能跳它不跳就非得飞一个。所以说现在这个理论 不断在更新、是吧？是，嗯，就是说这个好像也差不多，但是这个棋局部来说，黑棋就是已经。被淘汰了这样的下法、嗯、就很少下了啊。当你说亏多少嘛，也亏不了太多，嗯，就是也亏不了太多。就心情上，黑棋不是很愿意就这个局部不太愿意这样下，但是有的时候配合，要看配合。比如说白的要是这边有一排，你跳出来也挺好的。对，就是你还是要看配合。成了一个场合下法啊，对对。原来是这个，嗯，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两分式，超级喜欢，是啊、嗯，很简明啊、嗯。其实是不是两分也不知道，只是当时觉得是两分。双方都可以接受。对，好，这盘棋他选择的反加过来，反加，嗯，然后白棋靠，这个也是就都是最新的一个下法了，嗯，这按我们以前这学棋有这个，对，这也是我们以前的所谓的这个定势，是不是？这个再顶住，得顶住，然后把黑的飞一个。然后白的不是有加的有搬的，反正不管这怎么走吧，嗯，反正下成这样，这要是按现在让 AI 老师看一眼，这就完了，这白棋就完了，白棋胜率又狂掉，对，就是不是说掉几个点了，可能掉几十个点了，就是这个棋，就是已经不能容忍的一个变化了，现在，嗯、就没有，就所以说这以前这个确实还是跟现在有了完全一个。不一样，然后现在这都是往上靠这个棋，嗯，以前好像很少有这个下法，好像，嗯，这个下法感觉第一感觉就比较俗，有点用力过猛，用力过猛啊，黑的扳，白的长，然后再贴一手，哦，这个下法我还是贴完之后再倒虎，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个棋。啊是，不过这个好像黑棋像这种虎都是决议的一选，推荐的下法啊是吧？嗯啊，就下成这样之后一虎是吧？对。啊，那黄老师看来他们还是看的有研究，还是不少、啊、他们有研究，我没有研究。我觉得你有研究，我没有研究。你这都知道是一选，我啥也不知道，我都没见过这个下法，这个棋是吗？啊，真的，我以前学的都是走这儿白棋。不对了是吧？现在不能这样走。不知道是不是，反正这盘棋他查完之后就是虎一手。啊，查完你是这盘棋看的？这盘棋对，不是之前看的啊，不是之前看的。哦哦哦，那你就还好，那咱俩可能差不多，那可能咱俩情况差不多。为什么我的记忆收回去了？就是这棋我本来学的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学的已经过时了吗？还是就是我本来学的是这样的这个棋？嗯。这个棋最早的时候，就当时这个棋，这个变化好像见过，你见过？对，对我就学过这个，然后说大家差不多，就是虽然黑棋巨厚、是吧？对对，但白棋实地、白棋实地也不少，然后也不少，然后快呀、啊，它速度快，嗯，但现在这个局面是不是黑的配合还行？是啊，这个上面这个飞起来间隔还是，感觉这地方还行，对，应该是可以满意的，嗯。就很也有可能这个下法还没有被淘汰，只是现在他觉得这个场合下法他这个是吧？对他配合不好可能、嗯、啊。对，现在虽然说 AI 这个出现之后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变化，嗯、但是即使有新的变化，
即使他给了你一个答案，嗯、就是哪个变化、嗯、胜率更高、嗯，也要根据场合当然选择，当然当然对吧？那、哦、而且甚至是有些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他这个变化胜率可能稍微降一点点，但是有些棋手还是愿意选择他，就是因为他更擅长这样的下法啊，对对对，是吧？他更喜欢这样下法，对对 对, 对，这点非常重要，嗯、对，确实是还是要走自己，要按自己的路，对、啊，按自己路子走，是的，啊。就不能一味的刻意的去模仿，是是是、啊，因为其实 AI 它不断的进化之后，它也会推翻自己之前的一些结论，你知道吗？啊，这样的是吧？所以也不能盲目的相信，也绝对不能盲目的相、啊、去模仿啊。对，确实。好，尝了之后一壶、啊、配的壶，嗯，那决议的最佳咱们就不去评论它了，嗯、然后白的拆二。我们还是按照人类的感觉啊，来给大家介绍。对，啊，反家，反家的话，这个点三三应该是好点，应该是好点，是吧？对，嗯嗯。那么白棋也不会从这边挡，应该从这边挡。嗯，因为他们双方我认为啊，就是不像就是说咱们两个，就是说比如说先看一下，然后是不是这个最佳，他们肯定是早就已经是。心里应该说是滚瓜烂熟了，我觉得肯定是有准备的、啊、对，现在这些年轻高手们他们对 AI 的这个熟悉程度啊，嗯，我觉得直接影响到成绩，和成绩是成正比的、啊、对对是吧，对，嗯，是，你如果对 AI 的下法不是很熟悉的话，那你这个、嗯、就其实比赛起来是有点吃亏的，嗯 嗯，真的是，你至少时间上要，时间上会吃很大的亏，就是确实是，就是最近我慢慢的感觉到了，嗯，就是我是觉得我看完 AI 以后呢，我觉得就是我差不多能理解他的一些思路和想法，嗯，那么我也不用每天每天都去看他，就是我觉得就是、嗯、都是一样的，从棋的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他的思路和想法都是一样的，我能掌握的话，其实我也不需要天天去看他，对，但是我最近发现不行，我现在也只能就下网棋嘛，嗯，当然就是确实对手还都蛮强的，就是感觉我现在我一上线这个就是那个申敏俊就来找我，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我跟他下棋起来我就觉得特别费劲儿，一开始就布局吧他也不怎么想，嗯，然后我感觉我怎么都是亏啊，申敏俊嘛，啊，对，申敏俊，那你肯定费劲儿 啊，就是你说到后面可能也反正也能下，但是前面确实是感觉就是布局上是明显要落后。你想前面如果他都非常熟悉的话，啊、你下什么啊，他都知道。他其实是他相当于拿一个参考答案、标准答案啊，看你答的对不对，对，是吧？啊、对，你，但我觉得你心态已经挺好的了。而且还是快棋的啊，那快棋等于20秒一步，嗯，那我这实在是就是感觉到了吃力。对，申敏就是大神 啊，大神。小申其实据说这个研究的更深，更可怕是吧？更可怕，啊、对，所以叫深工智能嘛。啊。我看他俩反正现在这战绩就是一片红啊。对，嗯，其实对 AI 研究这个不仅仅说他这个背这个套路背得好，我觉得也是他们对 AI 的理解更深一些啊，啊，对吧？对 对，因为你很多棋到中后盘了，为什么吻合度还会有一些就是还比较高呢？嗯、就是比一般棋手高呢、嗯？就因为我觉得他是理解到了这种 AI 的一些想法，嗯、或者说他的水平其实是、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是吧？是是，才会和这个。AI 的选点能够重合，就前两天有一个孩子家长问我，他说王老师，就是 AI 你觉得对这个就是围棋嘛，他这个是到底是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嗯、就是后来我其实我说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好呀坏呀，或者是有利于发展还没有就是发展、嗯、就是，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认为 AI 其实对顶尖棋手帮助更大，我觉得让顶尖的棋手进步了更多，但我觉得他们是进步了很多，但是他们也会变得这个竞争变得更激烈了，更激烈了是吧，因为对，因为有了 AI 的帮助之后，会缩短很大的差距、啊，就是棋手之间的这个差距会大大的缩小。是，就是我觉得，比如说顶尖棋手利用 AI 去训练的话，效果肯定比就是比如说爱好者或者是那个要明显要好。哎，其实你看现在就是有 AI 之前，我们棋手的这个排名哈、嗯，和有 AI 之后啊。其实你发现没，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就之前强的人依然还是很强，那就是说证明他还是很，就是还是悟性高，还是会确实是有才能啊、就是他还是努力，还是努力努力肯定都在努力、啊、就是都
么努力之后最后比的是什么呢、啊、是吧，还是对其的理解、啊、确实嗯啊，就没有并没有什么太那个什么的一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也有一些内卷啊，原来大家可能不用那么、啊这个不用天天去来用 AI 训练就可以领先了、啊、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啊、它就必须得发更加发奋才可以保持它的领先的位置、啊、嗯，是反正现在我觉得确实明显比以前进步了好多，就棋手对其实整的来、啊、总的来 说, 总的来说围棋的这个理论也好、啊、它的整体的水平也好、嗯、从经济角度来说毋庸置疑我就是提高了，提高反正我个人我都觉得就比以前的那个好了不少，但是对这个高手来说、嗯、你想拿冠军想赢棋就更难了，就更难了对啊，好下成这样，嗯，这个棋反正局部的话黑棋白棋暂时是不走了，嗯，那不走的话反正这个地方随时黑的一般就过去了，这反正一般就过去了啊，这一般、嗯、一般他如果挡挡来断对啊，反正成形成一个是不是大头鬼啊，这个传说中的大头鬼，嗯，这是基本手机、啊、对啊就过去了，但是可能白棋认为这里并不是最大的地方啊、哎，你看刚才你介绍了杨锦昕，他是、哦、能够把这个后势发挥到极致的这样一类型的选手、哦、你看他的下法确实是好像对实力没有那么在意啊，这个脚就给说给就给黑棋了、哦、将来黑棋一般还能度过，嗯、哦、那么白棋他确实是把这个子力啊都分布在了一些比较这个后势的上面，是就是外势。就是相对于这种简明的局面来说的话、嗯、他肯定比辜老师要更喜欢。哦。就是这种就比较简单的棋、嗯、他肯定是比较喜欢。是后发制人是吧，对对嗯对。然后是。刺了之后看看他现在是。刺完之后逼这个。嗯啊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大场。嗯, 嗯他不就是不跟你这个做这个局部的一些争夺。对。嗯。哎你看辜老师。这个好靠进来，这个是什么想法呢，我们推敲一下，按说这个从结构来看好像白棋还是比较紧凑的啊，就对就感觉上这怎么都拆成这样了还要来欺负一下这个试试应手问问你怎么应、嗯、是不是他觉得直接搬过并不是很能满意，他不满意就是他觉得这样，就虽然我们刚才说大头鬼啊就是说、嗯黑的可以连回去，嗯，但我们说就是说你走成这样白的提然后你打吃啊，白棋肯定不可能这样让你拐死，对，但我可能我会尖回去啊、哦、这样的话你提一个的话呢就是你只是连回去了，提这三个其实我们看白棋之前也提过三个，黑棋这个目数啊其实基本是没有目啊，这地方、嗯、基本上是没有目的，白棋因为提过三个子啊，那你这个没有目的话其实就黑棋等于连回来了这个，那么脚上黑棋的目数其实也失去了，对也受损了、啊、就是说他可能他认为这样的变化呀并不能接受，而且这样子是白棋的先手，白棋先手黑棋花了一手棋，对黑棋花手棋白棋就脱先了，嗯啊，那么他郭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先撞进来如果便宜两下呢就算了，你要不给我便宜呢、嗯、比如说实战这个棋如果说咱们假设如果这样，嗯，然后比如说他什么他这先搬一下然后怎么打一下、嗯，你是不是这个就回不去了呢、哦、就是他应该是有这样方面的一个想法。是的是的。啊。就他觉得直接连回去下成这样的，虽然说这个子能连回去但这本身没有什么目数。这外边这和这个扳还是有关系的。应该是跟这个扳有关系。嗯、啊然后这外边这还被点了一下。嗯。在提之前这个杨锦昕他先把这个给你点掉了。那么他我认为他们就是他点掉也都是跟这个是有联系的。对对机敏那一点、啊。对也是都有联系。因为提成这样你再不可能点得到了这个棋。我感觉应该是我觉得你分析有道理、看见这招棋的感觉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不肯直接搬过、对先靠是的试试应手、嗯、那么白棋从下面搬那从逻辑上来说是、也是对的和你分析的对的对、应该是、也是防止黑棋马上搬对那么黑棋现在长黑的长那么就是说他们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我让你便宜两下呢、嗯、你就便宜两下但是哎，这个交换之后现在还有搬吗现在没搬了现在我就让你吃个大头鬼你也回不去了因为他可以一路拐过来对我就一路拐过去了哎，对哎、那这样两个交换白棋黑棋便宜吗
这个感觉不出来啊，是我说实话，我反正以我目前的水平，我感觉不出，感觉不到它是便宜还是亏。那就说明这里边其实不是很明显的一方便宜或者是一方吃亏，对吧？如果让我比较难以判断，如果就是让我认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便宜，不便宜啊、我认为是不便宜，有点损失地啊、毕竟把这个样的一个手段啊、让它失去了。嗯啊，而且主要是这，你就是便宜两下，但这两个子，你毕竟还是在白棋的一个包围圈。就是说，你便宜了这两下，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也说不好。对，对，如果将来被白的拐过来的话，这两个如果还是死的话，那你等于白白的就把这个手段卖掉了。就如果从我现在理解啊，我这么看，我觉得不是很便宜。那说明这两个子黑棋不能轻易的就放弃啊、对，应该是他还是要想办法怎么样，就是至少就是得照顾照顾他，对，怎么处理一下，不见得说一定是要把它逃出去，嗯，但是要处理，要定型，对啊，白黑棋现在上面动手，尖冲啊，尖冲，对，尖冲，感觉好像也是跟下面是不是有点什么关系？没有吧，他可能他就是这个尖冲肯定很少见了，我们这很难见到，这就肯定是很损实地了。对，他就是想围这块空吧，他的想法也比较简单，嗯，他就是他自己围一个就不肯，围一个他就不肯，效率不高啊。尤其是这样，说到这儿呢，围一个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局部的一个手段，就这个也很常见，对吧？然后呢，就黑棋这是空的时候也是比较常见的，嗯。那么在这个角上定型的时候呢，这个棋啊，白棋这个拖断。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下法，就让黑棋可以说是很难过。这一段，如果说就简单爆吃的、如果你吃，嗯，那么我虎吃，你提掉还是粘？就正常，如果算你粘上，粘又被打吃啊。和这个我们之前看的，比如说我拖了虎，首先拖了虎可能就虎不到，对吧？虎到可能已经挺开心的了，对。然后我又搬到了，搬了一下、啊，你现在呢？你是等于虎了一个。我、当然，就这地方我扑一下肯定是损了呀。但是这两下，黑白棋是非常的愉快，是啊，非常的愉快啊。如果说黑的不粘，黑的提掉，那么白的揍上来，黑的只能不能粘上，粘上肯定亏了。那么就打劫，打劫的话呢，其实这个地方白棋的劫非常轻了。嗯，就你黑的就算提掉，其实也不过就是将来你自己顶一个，就你也已经很重复了。啊，就这个劫白的已经很轻了。对，啊，所以说就是正常来说，如果说黑棋这边不是空的话，这个局部黑棋的应对肯定是打吃，然后接住。就这如果不是空的话，然后白的长，黑的冲，白的吃一个，这样是一个局部的一个这样子形成转换，形成转换。但是如果是空的话，这被长进来，肉疼啊，黑棋实地损失很惨重，对这个受不了啊。就当黑棋这边是空的时候呢。拖断的时候，可能如果退的话，被吃了也是比较损实地的。退，然后我吃，你走，我粘上，你冲下来。比如说白的加一个，然后我就算加了提一个，我加完脚上不活，但是我提一个完了，这还能跳起来，就是你的实地还是大打折扣、啊，这样也是不太能满意的黑棋、啊，有这样的一种下法。对，然后断，黑的可能最强的就是长一个，那长一个反正白的局部不走了，他已经明显便宜了。啊、不走就便宜了，对，因为不本来你走的话被黑的尖顶了，现在黑棋要走的话，他走不动。现在如果还走这个点，他走这个，这就不是尖顶了，这个、打吃是吧？打吃我一恰吃了，对，刚好我双恰吃，恰吃了一打，你肯定不行。那你将来你可能长的话，那么我将来挡一个还是先手，你大概将来你可能走的话，就只能自己回去退一个。那么作为黑白棋来说，就是说他明显还是得利了不少。哦只要一拖一断、对，嗯，尤其是在黑棋这边是空的情况下、如果这边什么都没有比较宽的话，那黑的就算吃掉，可能白的也不能便宜，是，把黑的就太厚了，是，啊，这是一个是也是一个局部的定型的手段，啊、是的，然后实战呢，等于是顾老师他要围在这里，嗯，贴回来，这个下法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个下法。比较损实地啊，比较损实地，对。那么黑棋通过这个一系列交换，局部是损了一些实地，嗯，但是他也得到的就是外围呢多了几颗子。是的，他就是肯定是
重心就是这一块棋的，对，放在这个右边的模样扩张上边。白的这步单虎啊，也是大家要学习的一个棋啊。正常来说，大家说这乙敢，这不虎起来吗？这个啊，这虎起来就不行了。这虎起来，这不先被主要是被揍成一个丁四，本身就局部这个味道就很差。然后这一力，主要这杀气还不见他杀得赢。怎么觉得你啊？这你要挡住被一拐，可能还杀不赢。你要挡里边这边跳出啊，嗯，对，这有点危险，白棋有点危险。这样的棋形啊，就不能随时就第一杆这一过瘾就虎上去。可以粘吗？你可以粘，但粘的话呢，和这个虎相比呢，可能就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啊。粘的话，将来被黑在这里一点，哦，难过，这个不走被一飞，啊，对，飞了顶一下。对，我如果。啊，你要如果只能挡住，那或者跳是要被便宜的，又被便宜了。哎，对对，上面被便宜一下，这边被便宜一下。是，他虎在这儿的话呢，你就没有这个点了，对吧？你无非就是你有这个长，但这个长对白棋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后手、嗯，啊，并没有什么影响啊，所以说这种棋就自己往回忍一个，嗯啊，虎了之后啊，果然，哎，这边有一个子，这在这里，对，黑棋跳，哦。这回到这儿吗？这应该和上面是呼应的啊，相呼应的手段。先不管他能不能围住这么大，是吧？至少上下他的思路是这样子连贯的。思路肯定是这样的思路，但真的可以吗？这个要我下棋，我肯定不敢啊。是这个棋，嗯，这我要是黑棋，我感觉我围个这个，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但这两个字怎么办呢？他会不会是担心白棋飞起来啊？只是他肯定担心黑棋，白棋肯定是从这边过来。那么他，这个，就像你说的，这两个不就损在里面？他损里面等于把这个手段卖掉了。对，哎，就是觉得心疼。其实是心疼，他想照顾一下，嗯，但是这主要这么下棋，说实话，这胆子得多大？哎，就是，这是孤子豪啊，孤子豪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这个主要是。你要看一下昨天那盘棋，你就觉得真的没什么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是吧？啊，力量太大了。这个棋，这主要是白的。如果说哈，就从这儿活出来的话，嗯，黑棋真的就是前后都白忙活了，这边也白忙活了，是这边也白忙活了。啊，就是你这进来，就白的实战是打入的。但是话说，这棋打进去，这应该也吃不掉吧？即使是这个。顾子豪哈，不，你要这么大，但要吃不掉这么大的棋手，那怎么办呢？黑棋这之前付出了这么多的实地，吃不掉，是不是可以通过攻击有所收获？不一定非要吃，就是还是说这个棋不吃就是不好办了，就是攻击那个得到收获肯定是有可能的，嗯，但王老师现在主要是白棋，你看白棋全盘铁厚啊，哦，这也很厚，很厚，这也。很硬，这也没问题，这边也很硬，也很结实。就白棋所有的棋都很硬，嗯，你想通过攻击获利，没有地方让你获利，嗯，就是你获利，比如说我从这边是我可能围不住了，我攻你，然后我形成一道后势，对，然后辐射到这边就是我可以继续发展，嗯，现在黑棋如果这儿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对，我觉得浩洋给我们提供一个特别好的思路，就是说你攻击。大家想到你通过攻击去获得这些收益，这个收益其实你可以自己先画一个蓝图，对，你想到就是按照你最理想的下法，对吧？对，能够达成一个什么效果？是的。但现在发现没有什么效果是你可以理想的，是吗？对，比如说咱们缠绕攻击是吧？大家是经常能理解的，就它有两个不活的，你缠绕攻击把它攻到很苦，然后最后可能你收收官也可以。嗯，现在就是说它没有保起黑白的现在全盘。然后你黑棋除了这块你别的地方你怎么画蓝图也画不出来了，就你怎么画呀，这没得画了已经。对。那么就是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杀他，我觉得。猛攻强攻。就对，强攻或者甚至要强杀。嗯，强杀。啊，嗯。但是毕竟这个还是幅度比较大的，是吧？就是对，就空间有点大。空间太大。而且黑棋并不是说那么厚，就这地方它确实有籽儿，但是这冲完以后它气还是蛮紧的，嗯，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想象中那么厚实，黑棋。对，黑棋会不会落空啊，嗯，对，这个，就看顾子豪顾老师怎么去攻击他了，这个棋。他先贴一手。嗯，这个。交换一下。就是。交换掉之后，那刚才说的扳现在肯定是没有了。没有了，这。这样子。等于力道一路是拐回去的。将来就是白棋，黑棋扳粘一下。新手扳粘。扳粘一下。嗯。这个。
是不是先手不一定啊、哦？对，因为你搬粘完了这段也就是官子，那么你本身搬粘也是官子、嗯，就是可能价值就点目的话，可能不能算黑棋搬粘掉，不能这么计算啊、嗯。只能说如果白的如果被断了，它不活的话，嗯，那么黑棋肯定是绝对的先手啊。嗯嗯，现在主要是白黑棋这里还有一些冲断的一些问题，对黑棋的并不是那么厚，发现黑白棋各处都比较厚，而且实地其实也还不错是吧，就是白的实地太多了，现在黑棋就是真的得把它好好的弄一下才可以，不能说是简单的攻击，简单的就是说你、攻击缓一缓什么的这个不行，必须要、非常狠的去攻它才可以，有一些有一些杀招了啊、因为黑的这个尖顶也没办法，你要从上面来啊，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他这个地方他冲是先手对吧，冲有点冲，你不能退让，你退让肯定不行啊，你正常得走这个，那么飞是先手，他走完再什么一大飞可能这个眼位就够了，对 对他可能不能从上面来啊，他实在就没有办法，就从底下来，底下来的话反正白的往外跑他这个空间就再次的扩大了，然后他现在有二路搬一手啊、你是要破眼但是搬一下之后白棋就长、白棋就长，这个确实也他其实白现在是可以，对，要是我肯定是这一手啊，是我这两个人确实我感觉就是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啊、这要我觉得就跑啊，这黑棋吃也没多少墨，关键这黑的吃的话白的将来其实就把这个冲断了，我觉得也挺好的，你说现在白棋这么下来也完全可以满意，就完全可以满意，就是我通过冲断，就是你要跑你要反正长，不管长还是反正我通过这走这个，我中间我可能顺势就下好了白棋，我感觉这样已经完全可以满意的一个变化呀、白棋这个确实杨鼎新也是不依不饶啊，他觉得这个我完全可以长，完全可以长，因为长一下将来我管一个基本是先手，下面还是有眼位的，就还挺狠的，真的挺狠的，这个就这点实力也不能给拱手相让，那完了，郭老师这忍不了，必须对，这必须得、这忍不了，现在是不是要不是说攻击了，是不是要想办法能杀对杀，这个棋不杀恶霸出手这拐是很舒服的，对，这一拐然后飞，就是说这怎么，对，你要杀的话首先得把它封在里面才能杀吧，就是反正攻击真的特别难，是的，是的，就是你如果说让我做活我还有信心做活、你要让我攻击太难了，对对对，我真的是这个吃棋的难度肯定是大于这个做活，治国，对，治国，是的，所以我们就说其实顾子豪呢他的特点也非常鲜明啊，就是经常是这个力战当中把对手给摁住，他是喜欢攻击的吗，我觉得他是力量特别大，他也好像不是喜欢攻击的风格吧，还可以吧，还可以是吧、我觉得他还不算喜欢攻击的吗、我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反正可能桎梏起来可能是不是更擅长，也有可能就是可能每个棋手都喜欢桎梏，就是相对于攻击来说、喜欢攻击的我觉得好像他比较顾子豪是比较全面，不能说他喜欢攻击、就是他攻击也好或者他是桎梏一方也好、经常就是在这种战斗当中、他能够这个找到机会、对，进行这个反杀，这是他的特色，是，那么接下来看看这里先对贴一手、不该黑棋了现在、对对，该黑棋了、不能再让白走 了飞了一个，然后黑棋跑哪去来了一个呢，我看看啊，是不是上面飞了啊、飞了一个，然后白棋贴，我确认一下看是不是上面飞，是这个应该是要封住它，对、这个感觉白棋空间挺好的，对，眼位还挺有弹性的、是，然后靠，这个就是实战死活题啊，这个是、这个不太好办实战死活题不太好办，黑的这要多一个就好，对，这里黑棋还不是那么厚实不是那么厚啊，这实战等于白棋的扳断，这也是没办法，这个棋黑棋啊他要如果说忍一手啊，白的比如说我就退一个，你只有顶住这个地方，你只有顶住，那么这个棋白的一挡感觉、这个空间已经够了，我觉得这个里边确实是一道实战死活、看上去空间已经够了，是因为你跳不进去、对，这里不能跳、跳被白棋冲，对，如果不能跳的话
我们就简单哈，就说这种压缩眼位，那肯定是。这应该够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应该有八个格了。这个棋应该是够了啊。其实我们六格基本上就是活棋了，就是顶多就是这样，是吧？再怎么压缩，这个就算你真能压缩一下，是吧？再压缩，就你这压缩完，这外边已经可能已经烂了，但是就不管了，这里边已经是够了，聚焦在里边，这里够了吗？八个格了，这个肯定够了，也够了，够了，也够了啊。这再少一个好像，少一个死了，对，少一个一点。这地方每差一路差挺多的，差很多，不太好办。这实战就搬，就他已经没有无路可退了。就说实话，必须要搬。就这个长，就是我要是比如说有很多时间，我看清楚了，我也可能我也会长，就是我看清楚了，你杀不了我，对，我长可能也可以长，但是就第一感，我觉得出去白的已经。很满意了，可以满意了，哎，对。但是如果说刚才跳出去的话，可以去吃回来，可能战线又拉长了。战线又拉长了，是的啊。那么这个他看清楚的情况下，肯定会找一个最狠的下法，最狠那个能够一举取得优势。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攻击呢，获利黑棋是吧？对，这个确实获利了。这个你毕竟提了一个啊，但这个提的效果呢没有，就是刚才我们画蓝图也一样。就你提完以后没有用你也攻击不到白的这个，也攻击不到那个，你也围不出东西。对，你后世好像无处发力，是吧？对，那现在白棋呢还要打上来啊？今天顶爷确实白棋，比如说单粘或者下面压一压，粘上吧，就粘上。我感觉就粘上了，可以接受了。你就粘上，无非就是说你怕人家虎一个嘛。那我就拐，你就拐嘛，我就活嘛。这黑棋这有啥用呢？这也回不来，这白的也是活的，这都没。哇，这个今天气势如虹啊！对，也下得很有气势啊。杨鼎新呢，其实也是在这次这个天元赛，它赛程是这样子。半决赛还有挑战者决定战，是和这个决赛是一气儿抢完的啊。所以杨鼎新呢，实际上也是跟着这个半决赛的四位棋手一起到了同里啊。但他前面几天呢，还比较悠闲哈，他悠哉悠哉，他坐在这个同里，对对，坐山观虎斗。所以呢，我觉得是养精蓄锐是吧？但是顾子豪呢，应该是前两天是两盘血战啊，中间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杨鼎新应该说的是有以逸待劳。啊，确实他这个东西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啊，就是杨鼎新他现在他是我不知道他是有意为之还是主办方邀请的，就是说你想他如果这个比赛之前他已经知道了他的比赛的时间，然后他先去了这个比赛的场地，然后已经提前适应了一个比赛的一个气氛和环境，然后他又没有付出太更多的这个精力和体力去那个下棋战斗，那么他不是没有亏的地方吗？但是你反过来想，这个顾子豪他下两盘是不是这个手感会娴熟一点？但是是啊，就是是娴熟，那就是说相对于比如说如果北京让杨鼎新在北京等着，比如说今天下棋了，然后你比如说你明天下棋了，今天过去，和你已经去了那个赛场，然后已经感受到了一个比赛的气氛，对，好像明显要好嘛，这样还是早去几天，对呀、啊，是吧？啊，明显是便宜的，明显是便宜的吧？好像这个转换是一招好棋、啊，是一招妙手啊，是招妙手。对，啊，我想主办方应该没有什么拒绝这个天元在为天元来的道理吧？啊、是吧？肯定是很欢迎的。尤其在同里，这个感觉每天心情应该是挺不错的。是这个正是这个江南最好的季节啊，江南的。春天春季、想想就觉得很舒服，真的想想都很舒服。对，一边看着比赛然后想飞过去了，对，一边看着比赛一边享受着这个风景，这个太舒服了。好，我们看现在这个杨鼎新天元，杨鼎新也是去年刚刚这个坐上天元位置的、应该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两位棋手都算是天元站的新人啊，因为一想这个杨鼎新是刚刚拿了一届天元，那么顾子豪也是首次挑战天元，又是这么年轻的棋手啊，在这样一个有这个历史韵味的一个古镇下棋，又是这么好的季节，尤其是他现在这个这样的这个心情，这样的气势，关键然后他心情又很好，那棋肯定也下得好，这个感觉就是相得益彰，对。
真的是这个打上来，我觉得郭老师不能忍了。我觉得这打上来可能郭老师心情不是很好，就是不能沾了，不能沾了，这个死也不能沾了。但是这个怎么反击？实战郭老师，我看他是直接就心情不好的开上去了。对，我好像印象中看到这里的时候，前面我看了一下，好像、黑棋稍微想了一会儿。啊，稍微想了一会儿，想了一会儿看怎么开劫，因为你是开选择开劫，说实话也有几种办法。第一感开劫应该是从这儿开，从这儿是啊，正常的下法，正常的下法应该是从这儿。因为这样的话给自己也留些后路，是吧？就是你开打劫打输了呢也不亏，就是说你打劫打输了就不无非就是让白的粘上。对你这个子、啊，那么你这个子放在这儿还是很有用的，放在这儿可能比放在这里，你这里基本上废掉，或者放在这里啊要好一点啊，要明显要好。嗯，对你不管是从断上开劫还是断吃着开劫，打劫输了的话，你肯定都不如在这里。那么在这里唯一的一个坏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坏处就是说它可能它粘上它有这个本身劫。嗯。那么你再断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棋就是说它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本身劫。对。啊、就是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劫就会变得比较漫长。所以黑棋现在选择开劫的方式是、实战是选择打吃在不留余地的，就是给双方都不留余地。是的是的、也是一种比较这个决绝的姿态、这个按我们常说的话就叫一劫报。哎、是的，对你别跟我什么粘上，跟我在这儿还只是弄什么本身结，咱们就一下就解决了，就一锤定音、一锤定音，就是你现在双方可能都没有什么，可能都不会应劫了，都不会应劫了，因为这个棋白棋，首先你如果出去被轰了，肯定受不了。那么你要长的话呢，可能黑的就接上了，是的，这样你可能你也出不去了就，嗯，那么就是白的和黑的这样就都没有余地了。现在是的，等于现在接下来黑棋要找全盘任何的一个劫材，白棋都不会赢了，都不会赢了。那么就是说我们打劫的时候也是挺有学问的，就是说、你说如果说这个时候黑棋有一枚让白棋硬也不是不硬也不是的劫材，那么你这样给别人和自己不留余地的打上去、肯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下法。对，但如果说你找不到这样的劫材，你也许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是一个缓和的打劫，让自己和对手都留有余地，那么咱们再慢慢的去下啊。这个打劫的时候选择也是很多，所以高手在选择开劫的时候、他一定是先计算好劫材的，对，对不对？对，包括这个之后劫材转换的这个形式判断呀，其实他都要 是有一个预期的。对，不是说这个完全凭心情就拍上去的。对，不能凭心情就是而且就是说有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你不管是不留余地的开劫和给双方都留余地的开劫、都不下，先脱先也是一种也是一种选择。是是，你先去造劫材，就比如说像这种情况呀，其实你先造个劫材也有可能。嗯，就因为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棋我搬一个，嗯，那么局部白棋你怎么下呢？要留消劫呗。就你这个提不过就是提过来、嗯、那么将来比如说我走完了，那我还能提回去。对，就是这个地方白棋要下的话呢，它也不好下这个局面。嗯，就这个局部你先放着不下去造劫材也是有可能的。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因为不管是你直接一劫报还是缓和的打劫，有可能就在这个局部就马上要做出一个选择和这个判断。是，那么你暂时如果脱先的话呢，反而这个地方也许就是双方都还要经过这个劫的这个考验。嗯，就白棋一手他也连不上，就是现在这样的下的话、双方有的谈。对，有的谈。那么顾子豪九段的实战的下法直接开劫、那就是就从不谈了。我顾老师的判断那就是咱俩就别谈了。对啊，咱们就别谈了，没什么好说的了。然后白的那肯定就形成转换了，但我觉得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好的劫材呀。这只恨这个地方不是这样的这个棋，要、这样的就好了。这哎，这个劫材就很大了、这就很大了。如果有这个劫材，我可能白棋也不会打上来啊。对，有这个劫材，白棋也不会打了啊。白棋那么他打上来，杨锦星肯定他也是看到你没有，并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劫材啊。都是心中有数的，包括想想领先这个长、是，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呀、是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路，就是下棋你得先想好了再下。哎，那肯定了，三思而后行。对，就他们高手这些下这些棋啊，就是说他们肯定都是经过了就是很严密的一个计算和一个判断、他才会去落的这颗子，他不是随意的。嗯，对，但是大家下棋是经常
快骑不是过瘾嘛，是噼里啪啦咱们就往上排啊、嗯、不过也不能否认这么下也有这么下的乐趣、啊、是对对，就是你在并不在意胜负的时候，这个快乐围棋、啊快乐围棋也是可以的，也是一种过瘾，这个、啊、对、就是、这个解除压力啊，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乐趣吧。但是在这种竞技围棋当中、嗯、尤其是这么高规格这么重要重大的赛事当中、嗯、这两位棋手我觉得肯定不能凭心情，不能快乐围棋、啊、不能快乐围棋啊，就是不一样的乐趣，对对对、嗯、然后实战这时候真见胜负啊。实战的话黑棋是找什么劫呢？黑棋找劫，其实现在黑棋劫材一个就是上面这个点是吧、嗯嗯、这上面点是个明显劫材、嗯，还有这一带下面没有什么明显的劫材，没有办法把白的全部拿下。嗯，你最多就是这两个，你把三个吃了还不大，这个棋，嗯，这边也断不开。我看到好像也有说这种下法的，这两招怎么样？这两招是吧？嗯，这两招你拿下我了吗？好像也不见得拿得下。你好像没拿下我呀，我打吃完一拖呢。就是只拿四个有点小是吧？你要扑死我，那我实在是，你打死我，我是算了。嗯，你要搬下来，你好像吃不掉我。你搬下来我一团儿，嗯，这个棋你好像你打不到，打不到，你打不到，你要能打到爬回来我就死了，你打不到，你现在只能粘上，嗯，那么我冲下来这就，反而黑棋还进去了，对，你只能搬一个，就打完就搬一个就打劫了，那就是说可能黑棋也就是吃这四个子，对，你可能我拖的时候你只能吃四个，我再退一下你实在是不大，太小了啊，太小了，嗯。所以实战黑棋找的是这个点，这个点，对，这个劫，嗯嗯，找到这个劫的时候，对白棋来说其实也没什么选择，没什么选择，这必然是粘上，必然是要粘，对，必然消劫，嗯嗯，但是消劫可能杨锦星是选择直接粘住消劫的哈，这个比较简明，是不是还有别的消劫方式更还有吗？比如说这种。算了是吧？算了吧，算了这个地方好像没必要，这个再不要再追求啊，因为你提完以后，这提完万一再给你断了，对再打个结，不要节外生枝了，不要节外生枝了，就粘上了啊。这个就形成了转换，转换是吧？转换，嗯，这样对，嗯，这样子呢，棋局呢也是又来到了一个分水岭啊。这样子，白棋呢把这边大块是顺利的逃出来了，对，顺利逃出来。黑棋上面也有一定的收获，一定收获是吧？嗯，棋局到现在为止，应该说白棋即使有优势，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好像。那浩洋，我们先稍作休息啊，给观众朋友一个这个喝水休息的时间。好的，我们稍后回来。好，各位好，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刚才说现在呢就是形成一个转换是吧，是白棋消劫，黑棋在上面断打，对，白棋粘，对，那么拐一下，对、这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吧，嗯，拐一下总便宜的，然后再拐回来、再拐回来啊，三个子吃掉局部杀气啊，黑棋还是要快一气的，嗯啊，这个地方白的很可惜他没有扳倒一下，之前如果扳倒的话不一样了、对他要扳倒一下那一挡的话，这个杀气反而黑气还是不够的啊。里面打劫，但这个劫只能扳了做延缓气劫啊。对，有个这种、这个我黑气缓一气，这也不可能了。就是说，你要是扳到了，那孤老师也不会找这个劫了。是，就现在扳的话是，就是说现在这个局面好像爬一下，然后这个啊。挡住，嗯，也是可以吃掉的，又形成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大头鬼呢。就是现在的话哈，这个棋，嗯，当然你不能粘上的话就出问题了。粘上一扳是吧？一扳就是白棋利用这个脚上的这个什么呀？这个叫什么？两扳长一气啊。他这个利用脚上的这个特殊的原因呢，对，他这个长了一口气，嗯，啊，就不能粘上，然后就黑棋可以粘上，选择一个大头鬼，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头鬼杀气，嗯，就可以快一气。对，当然现在如果说。这个局部呀，我们要记着，就是要有这种感觉，就是黑棋这样收气肯定是一比较拙劣的一种方法了。嗯、啊，这个局部黑棋，这个小尖是一个要点。哦，这个小尖是一个要点。啊、这样的话，我只能白棋粘是吧？就是你粘上，那么我再扳住，这样你扳呢，我不需要跟你大头鬼了，我就粘上就可以了。嗯，啊，就是这是一个要点。这个地方不能被白的就走到，
你总是这样的话，白的这样挤进来，你收气就 OK 了，对对对，它就没有办法利用到脚步的这个、这个好处。那尖的好处什么？就是关子会好一点。有的时候它爬了班不成立啊。哦。就有的时候，就可能它就跑了或者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这边我有个子儿。比如说白的这里有个子。你大头鬼我就跑了呀。反正对杀的时候，这个一路小尖。对。往往是一个要点，对，尤其是在这个局部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变化，很多的时候很有可能形成这样的一个杀气，往往，然后当别人搬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有一个小尖的下法，有这种感觉啊，对，实战等于这个就没别考古老师了，实战拆尖啊。像成这样的话，拆一个也是很有必然的。这个地方不走，不得被点、这一点啊，白棋整体不活。主要是要拆过来主要是将来这个子儿不能轻易死啊。我们要说这个地方将来白棋虽然死了，但是它有一个经典的一个什么呢？经典的一个收官的手段，对，是关子手筋，一路一小尖啊，这个是经典的关子手筋。对，我只能收气，你收气只能立一个杀我。对啊，那么我搬，你打吃。那么我通过这两个的交换呢，我这个叫暗香残留啊，提完以后，我看到提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可以再提，再提回来，对，这比之前的目数就要好很多很多要好很多很多，黑棋要扣好几目，对，没有黑棋没有看上去那这里目数那么多，对，这个是。白棋的有一些关子的便宜，哎，那么看到这呢，我就觉得啊，白棋还有这样的便宜，这样的一个结争了，我感觉上是亏了黑棋，感觉上郭老师好像有点着急，有点冲动了，有点着急了，这个劫财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对，好，接下来黑棋是长，选择了长，这一代其实白棋已经。既然你的消解已经很厚了，对吧？很厚了，对。在这一代黑棋其实从进攻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这步长应该是在加强自己。是的，对。因为这地方毕竟，说实话，确实白棋还是留有冲短的。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你冲了冲，我就坚住。对。这样你冲这个段，我应该不怕。这个，冲段确实还是存在的、存在。当然，就是白棋他不会说。他马上来冲断你，来杀你，当然他肯定是从外边来威胁你。比如说，将来白棋在这里、多了一个打吃，会不会就有可能呢？然后，比如说你从这做活，我把你这先封住，这样的话，那我就有可能了。是啊，我不可能说我直接就把你冲断了，那我太愣了啊！我肯定是留着，因为黑棋补的话就是一步单关，黑棋的话肯定不想在这儿再花一手棋。是啊，那么实战他选择了把这个头长出去。但是这步棋本身的价值几乎就没有，就是就是这也是就是说白棋就是黑棋把这些打输了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吧，应该算是这是白棋后世的一些威力。对，这是说我们说杨鼎新他这个下后第一人的这个比较擅长，对，比较擅长。黑棋花了一手棋。现在哪里最大呢？白棋，这个现在显而易见，这个角上现在是非常大的一个目数啊，这个尖顶，然后这地方围一个也是不错的，然后这个角上去骚扰一下黑棋，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要我选，我可能会选择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骚扰一下。实战就是点的这里。这个。对，点这个上面。这个就是这个是吧？就是说在这骚扰一下啊。这一点黑棋只能压住吧，也就是要么是压，要么是挡，是吧？对啊，挡的话可能要被冲一下。它实际上是挡的，是吧？对，挡的三三的。如果是压，压的话，现在这个局面啊，白棋正常的话肯定常见的是拖，就点了拖。那现在可能白棋不知道是不是点，他现在有可能他还并不满足于拖回来。我不知道，也不一定，就是这样下的话，反正就定型比较简明啊，下成这样，这个局部啊，然后我估计杨鼎新肯定是走完之后拆一个，或者是尖顶住这个，就是把这定型也有可能哈，因为黑的现在这个厚的话，白的拆在这儿，由于这中间白棋比较铁，这块棋白棋并没有什么危险，
还是不用太担心，不用担心。这一带什么？你点的话，点点我可以压住你，因为这里你是一个接不归，连不回去啊，连不回去啊，点是点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应该不用太担心。嗯啊，但是他有可能不会满足于这个坨，有可能会尝现在的局面，更狠一点，有可能会尝。啊长的话，如果粘肯定不行，粘对他爬不过。对，我肯定比刚才木水要好。你只能挡，那么我就冲了，搬。搬。对。如果我要搬下来，那我就接上。那么你也是只有接上。我只有接、啊。嗯。那么我断一个，我看不清，我就不算了，我就跳一个。啊，这一跳已经活得很清楚了。我就跳一个，你冲了拐或者单挡都行，反正都行啊。对。那么现在你还在外面再补一个。再补一手。再补一手。哎，我再补一个。那么白的，我估计他就拆一个。嗯，就是白棋先手把黑的这个角掏掉的情况之下还拆到这个边，那么黑棋子现在这个外边啊、嗯、我们原来叫它一个叫后势，现在搞不清是什么，因为将来这位白的点一点点一点弄一弄可能还不见得火，现在因为这个头白棋确实比较硬啊，太硬了啊，对，头一硬的话、啊、就不太好办，是的啊，这个棋就是说现在下成这样，可能白棋还不满足于拖缓、嗯、啊，他有可能要更强硬的一个下法。嗯，所以中府啊，白棋这个消劫啊，为什么说它这个价值很大呢？一方面就是说它出头了，对，一方面是对活了，对活了。另外呢，就是它这一粘这个头非常硬，头硬的含义什么、嗯？就是你很难去找到借用，对吧？对，你很难去有一些，它不是这种粘的很牢的。形状像这种飞啊什么的，有什么靠一靠碰一碰、嗯、这种你真的是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对，这也就是说我们说怎么说这个杨鼎新啊，他就会利用后势会下得非常的好。嗯，就很多的棋手他也可以下成后势，但是他没有让这个后势发挥到极致。嗯，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后势来进行后边的一个选择。对啊，对，就比如说现在白棋后了，然后白棋通过这个后势各种的欺负黑棋，嗯啊，但是黑棋如果后了，可能反而也没什么用了。就是现在啊，就他利用后势是下的非常好，是后势他也要进行转化，对对对，他也进行转化啊，因为你后的话，无非你肯定就实地付出了嘛，先对吧？啊，然后实战的话，黑棋是选择呢挡在三三啊，那么白棋就选择脱锅了，对，啊，这代也是。对，没有办法，下的没有办法，比较简明啊，它是长，长白黑棋，白棋就是倒虎，好棋啊，好棋，好棋，啊，又是一步感觉利用后势的一步好棋，对，啊，并不没有就是下到我们平时常见的这种粘上啊。现在对白棋来说，因为它比较厚，是不是它的这个策略就是抢实地？抢实地，嗯，是的，啊、嗯，因为它不怕你后，走后对，对，我不怕你走后，你走后没有用，哎，啊，我现在的策略就是疯狂的抢夺实地，嗯，啊、我们就说这个后势一方就是后发制人，嗯、是吧？对对，啊，他前面的投资，对对，或者他的资源，对 对, 对，他现在可以充分的利用，是的，啊。就他可以利用他的后势来欺负你，他并不用就是说正常的那种进行，他可以下的稍微的过一点，过一点你也没有、哦、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但他每一个回合是吧，每一个局部都便宜一点点，对，多拿一点点，对，他这个后势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是的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觉得就自己后了就要去吃人家呀、哎、不是，也不是的，其实这也是有一个度哈、嗯、有个分寸、嗯、对，你可以过一点点、嗯、但是也不能过得太多、嗯、对对对对，是的，你比如说这个棋，也不行，你看实战，就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杨鼎新他选择这个点，哎，你要说我后势我拖进去杀你，你被一扳，你再震后，你那局部也打不过人，对对对，啊，就是太遥远了，啊，也太遥远了，也不行，嗯啊，黑的拆，黑的没有，黑的啊是黑的长，黑的长，嗯，白的接住，啊，这样的话呢，他认为这两个交换他又便宜了。就是虽然说你好像尝一个，在我们看来，可能在平时看来，比我这个子儿有用，嗯，但现在我这个子儿有用，我这虎进去的时候，对，现在我的木鼠有用，进入了中后盘之后，就是点着木是吧？对，木鼠很重要。嗯、然后实战黑的拆 拆一，嗯，这棋也是下的有点没办法，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是啊，其实也只能是先稳住啊，我觉得不尝也行。哦，不对，他是这样的，对啊，他这样的，这样不长也，
没办法啊，就是就让你下得很难受，很难受，嗯啊啊，这一顶啊，这又是一部非常实战的一部棋啊，一顶黑棋立，黑棋立，白的现在该尖顶这个了吧，王老师，我觉得，哎，是的啊。因为为什么当初我说这个尖顶这个棋和这个呢，嗯，就是这里白棋还没有交换的情况下呀，嗯，这个子白棋并没有很厚，那么黑的打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子你有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嗯，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个尖顶大了呢，我尖顶的尖顶这个就是说很显然你打入进来 A 我就下 B， 哦，啊，你下 A 那我就下 B， 两个是 AB 键合了，哎，啊，所以这个尖顶的目数呢就在现在就显现出来了，对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更实惠一些，对，就明显目数最多了嘛，现在啊啊，实战没黑棋还是选择了这个力啊，啊，那么白棋拆，哎，这是剑合的一个白棋，感觉现在这个下得非常顺啊，顺是吧，嗯，从这个提劫之后这一系列，嗯，感觉是在白棋的节奏当中，就感有没有那种阳光普照的感觉，这个白棋啊，这个地方全在我的这个啊，嗯，这个照耀之下，这个就我们说杨鼎新呢，嗯，现在是三月份的等级分是排名第二， 嗯辜子豪是第三，但是因为这个进入四月之后啊，辜子豪在天元赛上连胜了两盘半决赛，赢了，嗯，挑战者准军战又赢了，所以他这个就是有没有这个数据达人进行了统计，虽然就是没有公布等级分，啊，就是实时等级分，啊，实际上辜子豪已经反超了，已经超了是吧，已经反超了，啊啊啊，就是他们两个等级分现在咬得很紧，可能就是这个天元赛的这个三番棋不仅仅是决定天元的归属，啊，也可能是影响到今这个四月份的第二位，啊，我们等级分排名第二的这个宝座的归属，啊，而且这个如果能做到第二位的话，那就是不是有希望更进一步了，坐而望一了，啊，就是在柯洁现在状态也挺好的呀，主要是柯洁，这个柯洁一直不是一直都状态挺好的，对呀，柯洁就是说只要一输棋大家觉得，哎，怎么输了一盘就觉得是个新闻，啊，是吧，那还是我感觉那个位置可能还暂时还那，这个不过他们等级分杨鼎新和顾子豪都是2680几分了啊，柯洁不2700多分，对，就是但2700是一个关口啊，啊，其实一般还是上2700还挺难的，啊，就说第一第二位同时上2700的时候还挺少的，挺少的，你想说有吗，反正其实2700是个坎儿，就是，啊，其实第一人上2700都不是很常见啊，只是之前古力和柯洁做到了 啊这样的对，好的所以他这盘棋里边还是有很多这个试夺第二，是吧，试夺第二天元加第二，对，第二人的争夺，哈，现在大飞的话黑棋直接就敲进来了，直接敲进来了，啊，这个确实是，你看看全局现在就是反正大家就是收目了，其实也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收目的环节，那么现在就是说黑棋其实感觉好像顾子豪一直还没有发力，有没有感觉啊，也有可能发力被卸掉了，力被卸了，就是，刚想发力好像就，啊啊，对对对，没发出来啊，嗯，被我们鼎爷这个打出了画虎鞭掌，啊，感觉这顾子豪九段这盘棋有点无处发力，对，啊，稍微有点小郁闷啊，打入，嗯，发力了，发力，这发力了，试一试看，嗯，好，哎，杨鼎新很稳啊，不，这步棋绝对是鼎爷的这个招牌动作，是吧，你们招牌动作，往这飞一个啥意思呀？对，就是第一感觉想怎么样攻击这步棋，对，是吧？对，好像如果是你下，你是我第一感是尖，小尖，是，我第一感是想尖，是啊。可能大家很多棋手的感觉都是尖这个，啊，都是尖这个啊，总是要对这个子要动动脑筋啊。他是不是怕这个？我分析一下他。我估计啊，因为他飞了一个嘛，有可能啊，也许或者这样，他把这个地方冲了搬掉啊，也给他断了，把这定型再一点，然后再来这个啊，看着挺像好棋的。如果是贴回来，那他就我就顺势爬是吧？打，那我只能查。我再揍你，这都是命令。
我只能站爬回来。这好像是感觉下面已经要活了，是吧？你要顶住我的话，这有断，你搞不知道能不能杀我。我先试一下顶。对，顶我可能跳一个，我估计不好杀。感觉不太像，不太想杀的样子。这上面这断啊什么的，有点薄，白棋有点薄啊。对，嗯，白棋没必要把自己走得这么紧，是吧？对，这个点确实还是有这样的风险吧？啊，因为黑棋这里还是挺厚的啊。实战他不，这步棋肯定是他对于现在的目前的形势肯定是比较乐观，非常乐观的啊。就是说他如果说这个棋没有说，比如说被黑的跳出来，嗯。这样轻松处理黑棋，白棋没有那么明显的优势的话呢，我觉得他也不见得会下在这里。是啊，他肯定是自己判断，判断了一下，飞了之后形势也不错，也不错，对，嗯。那么黑棋跳出来啊，那白的就再胡一手，非常淡定的一个一个的下啊，这个棋确实下得很自信啊，很自信。这个应该还是从目前招法上来看的话。这个顶爷应该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是，嗯，这一虎不仅这个子动不了，是不是这一条，这个也不好破了。现在呢，我觉得就是两只有两处大的地方了。嗯，就一个就是王老师之前说的这个搬砖。搬砖。这个搬砖的话，如果说是先手的话，我们计算一下多少目数了，就是白的粘跟爬可能一样，然后再搬砖一下，这都是先手，都命令型。嗯。啊。这个命令型，如果看作是黑棋的先手权利、如果看作黑棋先手权利，等于白棋这里现在两目棋，嗯，啊，两目棋，就或者这点上就不点了吧，这两目棋，这四目肯定是好，嗯，那么白的两目，黑的这里的话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点到这一线，嗯，九目棋，那么我搬粘一下呢，黑棋比白棋呢是多了七目，对，啊，那么如果说你这一期没搬粘，被白的搬粘了的话，那这个搬基本上是白棋的权利，对，啊，应该算作白棋。那么这样的话呢，白棋有多少目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白棋这里是八目棋，对，那么黑的刚才点到这一线是三目，那就是说白棋比黑的呢多五目，多五目，刚才呢七目，黑棋比白的多七目，那就是七加五。等于是一个什么先手十二目的官子，先手十二目大家是什么概念？就是等于相当于二十四目，当然不能这么相当，就是可以这么相当，可以这么相当啊。对，一般是把这个先手官子乘以二，乘以二，一般来说是乘以二，但是就是说二十四，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这么算，大多数情况下对，先手十二目啊。但是就是如果是能够先手收到的话，是有十二目的，是啊，但是就是说。你这算是先手十二目，但是你现在你再找一个后手十二目，你也不见得找得着。嗯，所以说就是说这两个这个地方的定型和这个地方的搬砖，肯定就是说现在目前双方需要争夺的一个地方。对啊，那么实战，郭老师是非常淡定的走了这一手棋，这个感觉有点温柔啊。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这步棋下完，白棋我看你也不用看，肯定是这里了。这个棋，就是说，没错，这个棋下成这样的话，这个棋基本上胜负谁好，基本上就盖棺定论，我觉得是吧？啊，就是这个棋是不是郭老师认为自己还不错？这个棋我这个下法我很难理解，这为什么不尖冲啊？这个棋，对对对，这个有点太温柔了吧？我也觉得是太温柔了，是吧？啊，就是你要是掉一个什么争个先手，把这个扳粘了也行。对对对，这个有点像争胜负的态度。啊、对，你就这么飞了一退，这一扳粘，除非就是郭老师也自信。这种下法也是觉得黑棋也是觉得优势的下法啊，也自信。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对，就这个绝对是黑棋自信的一个下法，白的也自信，黑的也自信。那到底是谁好？嗯，从进程上来说，是不是感觉白棋还行啊？可能也差不多，用的差不多。反正我觉得黑棋要我下，我肯定是这儿。对，我不可能让白在这里围住的，这太大了。这将来我这个子还要连出来呢，连出来你这个角上我还要去搜关。我也觉得至少下到这一线啊、我下到这个不太理解。主要还是落了个后手。是啊，你走上这儿，你往下搬也行，我感觉。黑棋让白棋这么轻松的拿到你往下搬了打吃吧，这个搬粘了也行，但搬可能别人可能会虎出来，可能是搬不到。不太理解，是他们的判断和我们不太一样吗、我觉得是判断吧，我觉得应该是判断，就是不可能郭老师他不知道就是可以拼命，就是他肯定觉得自己还可以才会这样去选择，是啊、然后下面再点，
这个是黑棋的权利啊。权利啊，对。哇、哦，也是坐眼。对。很稳健是吧？这个挡住被顶着，没也对，发力也不得。这个比较简明，啊、对、哎，很简明。啊，现在这样。就是你有没有感觉这几步下完，就是感觉双方都收官了，开始对不？双方都觉得自己挺、啊、都有信心，都觉得自己有信心，都觉得现在形势还不错。是 是, 是，哎，我们简单的要不然给大家判断一下，到底怎么样？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棋我们怎么简单收收？比如说这个扳应该是黑棋的权利是吧？扳了打吃，这应该是黑棋的了吧？黑棋都已经这么稳健了，对，然后顶一下，这都是黑棋的权利。然后白的算虎一下，嗯。把它吃回来，嗯啊，那么现在这样的话，这边简单做个定型吧。好嘞，这个应该差不多，立一下，立的啊，现在这样。那么现在我们刚才说这个地方白棋是有这个收官的一个，对，有官子的便宜的啊。那么如果挡了尖立掉，然后提四个，嗯，提五个，这里面点目要给黑棋稍微扣一点，12。十二的话，白棋会提掉一个，就这里大话，黑棋是11目棋，点到这里应该是11目棋，21，嗯，22、23、24、25、27目，这边是8目，35，嗯，这地方的话，24、6、8、10、13目的样子，那么就是35+13的48、58，来60目棋，黑棋60目棋，白棋的话，这里6、8、10、15、18、28、38、41、51、52。56，这个地方大概有个两三目，嗯，那也有60目弱，那白的也得就60，那这个贴目不是很，这个贴目有点沉重啊，这个棋我感觉应该是，中国规则我们是贴三又四分之三子七目半，对啊，这个棋黑棋如果说找不到一个便宜很多目数的地方，觉得应该是白棋好啊，这个棋。我们看看实战的进程啊，从现在的点目来看，应该是白棋形势不错的。是的，是的，因为刚才我们的收官基本上是按双方就是说差不多的去一个定型的啊。其实这个棋，这盘棋这样格局，其实挺简明的，好像简明是吧？对，下棋没下棋没有没有特别复杂的地方。啊、对，各处定型其实是还挺好定型的，也不难，是。对，然后你看他现在跳，得跳这个啊，就是得冲击一下白棋这里，要冲击一下了，嗯，是。白棋现在主要，看看，对，飞，也不难处理，嗯，眼位还是蛮多的，因为这里冲了提还有一只眼，啊，这里冲了提，这里还有，对，这还有一只眼，然后这里可能还有半只眼，这应该死活肯定不成什么问题。过飞。姑子好久顿是要在这里发力啊，把这两边分段靠上来，这个棋有机会，因为这个我觉得刚才我们判断完了，如果黑棋这里不发力的话很难贴目啊，对，这个棋贴目是很负担啊，嗯，是，这里看看能不能沾到一些便宜，哎，那白棋一沾呢，是粘了吧？对，这一粘。主要这地方黑的还不能冲，因为这里气是紧的，嗯，就你还不能乱动。你要冲完这一长，这白的是不是就冲出来了？这个地方感觉就，这可能死灰复燃都有可能。是，啊，是，就还不能乱动。他说他贴这个，嗯，贴白棋一粘，这一粘这怎么断啊？这断不了了吧？不能断这个，那么就断这个。断这个，啊，还不能断这个。断这个，他这个，他尖了一段，这里有一段，这里有一段，这你还回不来这个棋，这俩没了，对，这俩没了，这个太，这个太大了，不能，不行，对，这两个不能弃，啊，等于他实战他不能断上去，他是粘了一个，不能断上去的话，粘一个。他先冲，冲一下，你给自己留一只眼位。哦，他粘的话，现在留这边有一个段，这有一段，把这个拱住，哦，白棋补住。然后现在黑的，这里能断吗？这里有什么？这里顶不了啊。如果现在顶，白棋就冲，顶不了啊。白棋就冲，长，只能往外贴，是不是被扳死了这个棋？这个棋好像扳出不去了，这
这边是出不去了，反正是。嗯、那比如打这个，然后再打这个，长出不去啊。出不去，嗯。你这争我跑，你打我跑，跑也出不去。你就算贴也不行。这俩没了，后边。对对也不行，嗯，这不行，这边出不去。那从这边打呢？从这边打，从这里打好像白棋就顺着黑棋出来就行。也不怕是吧？嗯，因为你贴。我是如果你贴，我就搬了冲出来就行了。黑棋，嗯，再长。这我就贴回去。这应该对，这白棋也能。嗯比较轻松的处理好、嗯、是啊，那么这里好像没有冲击到对东西啊，白棋、哦、这个都不怕呀，都不怕，都不怕的话那这个不靠这个是不是有误算、啊、他是不是当时他本意应该是断这个，他是不是可能没有看到这个断，我感觉嗯，有可能、嗯、实战啊，实战就算了，在这些弄借用一下。嗯，这个实在是这个白棋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理他的这个地方。这一靠是想要在这一带做点准备。嗯、对，但是这个头就是做准备。刚才王老师这个从这边杀出来，可能就成立了。就是、从这里哈、嗯，这里杀出来。嗯，那主要这边实在是白棋无所谓，这个地方白棋已经很厚了，嗯、白棋很厚了啊，所以现在白棋不长，把上面彻底上下两块连的非常的牢固，嗯、是吧？这连上的话，顾老师微矣，微矣是吧？微矣，嗯。因为我们刚才点目，这个目数情况，黑棋是很不乐观的。嗯，是。目数不乐观，那必须在这个，在某些地方能够占点便宜。嗯。中间中府的冲击没有，目前来看没有占到便宜。对，又化骨绵掌了，又给化掉了。而且是不是反而让白棋还目数多了一些？好像这又多了一些，一因为这将来这里跳一跳，感觉目数还挺多的。反正、嗯、效果不是很理想。嗯那么但是白棋黑棋这里是能够吃掉一个子，吃掉一个子、哎、但是说我们说八花三十目，现在可能也就是三目就是还是有区别，嗯啊，确实白棋全都是铁厚，你把这拔个花呢也没有太多的一个价值，是嗯，哎，白棋现在好稳啊，一长我、哦、这步棋太大了，这步棋我也觉得顾老师没有下，没交换到，刚才就说我们是 搬了打吃顶一下顶这白、嗯、黑棋的权利，等于这里白棋少三目、嗯、然后黑棋这里多了两目棋，已经逆收五目了，这边还有，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穿，哇对好大，就本身你顶完这已经封住口了、嗯、你现在你算算可以点一下，那将来我这个是先手还是可以穿，就逆收五目还加一个穿，这个本身黑棋我也不知道顾老师为什么要保留，其实这里就没，其实并没有什么保留的一个必要，这盘棋是不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顾草九段连续作战有些疲惫了，有点累是吧？有点累了啊！而且尤其是前天那个挑战者决定战，哇，那盘棋杀的太过瘾了啊！这个没看，洪荒之力，回去又得学习一下，得学习一下啊！这确实这步棋好大好大，嗯，然后点一下，累了是吧？对，有点、嗯、看上去状态。没有对对对顶爷那么好，对对对，不过三盘棋啊，嗯，三盘棋真的不好说啊、嗯，经常是第一局的胜者、嗯、不见得能赢到最后、就是、所以很难讲，嗯，主要跟心情有关系，我是觉得跟心情有关系，顶爷每天乐呵呵的，每天看看比赛喝喝茶，然后再欣赏一下风景，这个顾老师连续的作战，嗯，也没什么心情去欣赏风景可能，但是赢棋就是最好的这个最好的心情了、啊、不是吗，但也累呀，他也累也累、也累，嗯，各有利弊各有利弊，嗯，反正从这盘棋的发挥目前来看、嗯、好像没有这个顾子豪九段没有发挥自己的长处、啊、对对，好像全部都被化骨绵掌了，对这个棋、啊、其实你们我们前面也介绍这两位现在排名第二第三，嗯，或者是这个等级分不管怎么样吧咬得很紧，嗯，对对，是吧，嗯，就是说他们俩这个水平是肯定是伯仲之间，对啊、嗯。虽然历史成绩来说，这个杨鼎新九段要强一点，哎，莫非这个棋风相克、啊嗯？是有可能，真是有可能。就是你打他，你打不着，就他全都给你化了。你看这啊，给你化掉了啊，哦、太急，不跟你这个硬碰硬、嗯、是吧、嗯？对对对，不跟你正面借力打力，他这样、哎、有可能啊、嗯。所以这盘棋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顾草九段，我非常有这种感觉，使不上劲儿，使不上劲儿。嗯嗯。哎呀，这个我们这个、又得补一个。哎，那
不是，那这不是王老师，那不是双仙吗？这里这个棋啊，有一点，有一点，哇，那太大了。这黑的补了一个。这个是不是这个差距又越来越大了？这个棋可以看出来啊，我觉得谷子豪今天的状态。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好，或者说这过来我都看见了，或者说杨景欣下的真的好，是吧？关键是不是我都看见了，不应该呀。你看杨景欣这盘棋没有看出来明显的，至少形势好明显没有不好的时候，没有，应该是没有啊、然后哪步棋有你会觉得它有特别不好吗？好像也没有，也没有，就感觉就是它。啊，这有步棋别少了、这个、哦，对对对，就关键的一手，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就感觉他发力的时候他也发力、然后该收的时候他也收，收放自如，就收放自如的感觉、哎、这是一个状态好的一个表现，对对对，我觉得毕竟是天元啊，是，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棋，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够，对，这棋这个地方我感觉至少太多的出入的话，至少又亏了两步棋，我觉得这里。这个地方主要是现在白棋真的是太厚，黑棋就是谷子豪，我说力量非常大，但是空有一身这个本领，空有一身武艺，现在无处去施展。哦，来了，这个来了，这个就这个不能再跟你含蓄下去了啊。这个应该是两位棋手双方都能，这个没问题，这个他们的以他们的水准，这都是完全看得到的。对，交换掉之后，哦，淡定的飞一个，嗯，这非常淡定了，已经。上面这个打是大概几步棋啊？这个打就是我们可以算一下，好，就这个打完了提掉的话呢，应该黑棋呢是。不硬了，嗯，就是如果硬的话，等于白棋白便宜了，是，对吧？那你就说不硬了，那么将来这打一下应该是白棋的一个权利，嗯。然后这个爬呢，我算不清楚，就是就算黑棋打掉扣一目吧，嗯，就算黑棋打掉扣一目，肯定有先后手的问题，对，有先后手。这个爬，因为这个打是黑棋也是后手，对，并不是先手。那爬进来白的还有吃这个，就简单、这个，要不然简单一点，就算是黑、白棋的先手，就算白棋先手爬掉，算白棋的先手、算白棋先掉啊，走掉。那就简单，那这样就简单了。对啊，那这样白黑的打吃，粘上，然后黑的粘上，啊，那么就是说，白棋走了一手棋以后，黑棋这里是几目棋呢？白棋等于是提过黑棋一个，这里提过一个，嗯，那么黑棋这里是这是提子，二三，这是提子，这是提子，这是提子，提了四个，嗯，那么就是一二三四五，五目棋，然后扣掉白棋的一目，四目棋，那就黑的现在这里。算到这儿，一二三四六目五六，黑棋现在六目棋，白棋走一手的话，黑棋六目棋。嗯啊，那么如果是黑棋下的话，黑棋如果现在黑棋走一手棋的话，黑棋是一二三四五六十六，十目、那就是一个后手十目的官子、当然这个爬不好说，可能八目吧，扣他两目。扣一目棋吧，因为可能我感觉这种地方就是双方都有 50% 的情况下，可能扣一目棋比较合适。那就是那就是后手九目的一个官子，九目的价值，后手九目的一个官子。现在那么白棋是中间围中间围一个、就是围一个，反正九目它也不见得有，但是清楚就是没有变化，就是。我围住我都活了，然后没有变化。对、而且我这一围也是浅消了一下对黑棋 的这个空。对，是。那黑棋飞一下，这个是权利。打住。然后接下来哦，冲一个，问一下白棋应手，这个也是经常收官的一种手段。对，看你是吃哪边是吧？你吃这个，吃这边，我这边点一点什么的有先手。对，白棋下的也签名。对，就我就这两步不要了是吧？这两步让你连回去，让你连回去。嗯，然后黑棋飞了一下，白就稳住，稳住。白棋现在我们能赢，稳住啊。白棋可能现在真的是比较好收，好收。哎，黑棋现在又点一个是什么意思？这一点，点应该看错了，点一个应该看错了。
哎，白棋不会粘呀，粘的话是被黑棋便宜了，是吧？对，所以实战他就挡下来是什么意思？他是哪里看错了？他莫非想冲？他应该是想先搬一下吧？先搬。对，因为冲了粘被一搬，明显棋不够，他就是可能想先搬一下嘛。嗯，再粘。再粘，但是如果我粘，然后你再冲回来。再冲。这个。对，然后再接上。嗯，然后白的打，给他跑。好，我还能白的再打，再打一下是吧？然后接上，这样黑棋应该差一气。这边就肯定气不够，一二三四五，对，一二三四，那这边有没有气？尝不出来气。这边能跑吗？跑不了，跑我就冲你。哦，有一冲。这个太长了，他这个打的这还是有好处，有用啊。啊，那其实。也挺鬼的，先冲一下。当然，其实对于白方来说，你搬粘的时候，黑的白的回去也不便宜，黑棋等于在这收一个并不大，只有大概五六目的样子啊，它也不大，问题不大。这个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情，看就是找个心情，就这个棋，我估计胜负应该是差不多决定了啊。实战的顶也没让，就挡下去了。这个棋主要也比较简单，对这个。然后白、黑棋再贴，白的就粘上了这个，反而这个棋还送进去了，这个黑的啊，肯定是亏了。然后立一个啊，立一个的价值是，如果跟这边厚薄没有关系的情况下，是一个逆收四目。我搬一下的话，我一目你一目，现在你立一个的话，黑的四目，白的没有，逆收四目啊，逆收四目的一个关子啊。但逆收四目肯定没有这个大呀，这打回来。我们说的这个打回来不是后手九目吗？但他现在粘这个两个人都不走了，也奇怪啊。粘一个团一个贴船应该挺大的，王老师。黑的挤了搬粘应该是先手。挤这个。对。挤你接上。我搬粘。这个冲掉。这是他的权利。我挤了搬粘是先手啊。这个要你要不硬的话，我打吃完了一尖，你就死了。我要走这个的话，你要回来那太惨了，太惨了。就是你大概跳一个补一个，你补一个的话，这里白棋我跳一个吧，你一二三四五六，然后白黑的三目，等于我挤完搬粘的话，白的比黑的多三目。你要团一个的话，这搬粘是白棋的权利嘛？白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比你就等于是一逆收五目啊，那也很大。他可能比这个大，逆收五目，他是后手九目，他可能细腻啊，很细腻啊，他很细腻啊，可能很细腻。他这也是后势啊，走多厚啊？是，就挑厚的走，目数差不多的情况下，挑厚一点的。有棋吗？有没有棋？你如果断，如果冲这个的话，是有一拖。对，冲也有一拖。冲有一拖，一拖是你不能冲了。拖完就冲这个，对。不过白的可以吃这个吧，这也没什么气。这是干嘛？我没看错吗？这往哪走呢？这棋？冲一下。这啥意思？提了？人家就提了呢。提了是。实际上他是粘上的，对他一目棋都不让，这两个太有意思了，这个一目都不让，这完全是心情啊，这断了一冲，明显是辜老师心情的一招啊，这个棋，顶爷也不甘示弱，我说你干嘛呢？这个，我感觉这个粘的这个意图就是你干嘛呢？就是对这个表达的话，这个。就提掉肯定黑的也没有任何便宜可言啊，但是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就心情了，心情对，有点斗气了，我感觉有点啊，那这个白棋一粘154手，白棋粘住之后呢，这盘棋呢就戛然而止，这盘棋对，这盘棋就是杨鼎新九段，只是白中盘战胜了辜子豪九段，是在天元战的三盘棋当中是先下了一城，先下一城，也就拿到赛点了。后面两盘棋再赢一盘，二摸一。虽然说是拿到赛点，但是，应该说最后这个叫
逆转的情况啊，在三分棋当中其实也很常见，也很常见，对吧？啊、也很常见。是，其实很多棋手觉得，其实第二盘棋更重要。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下过一次反棋，我反正是被别人二比零了。我感觉我也没有太多的体会啊、就是肯定作为第二盘，如果第一盘输了，第二盘扳回来的一方的话，嗯、肯定从气势上来说，嗯，稍微稍占上风吧。因为我印象当中，最近几届好像就是、先输后赢的啊，好像还挺就是稍占上风的，稍占上风，就感觉就这几届好像都是先输后赢啊，就三盘棋当中都是先输后赢，我没记错的话啊，所以说对顾子豪九来说。也不能气馁，对对，胜负还早，胜负还早啊，对我觉得还有机会，需要调整一下的，这个是状态、嗯、我觉得这个感觉上从这盘棋的发挥好像明显赢领先要好，更对 要好一些，略胜一筹啊、对，嗯嗯，主要还是状态，主要如果状态能调整好的话，其实胜负每就是其实番棋跟就每盘棋是一样的，其实你只要每盘棋做好的话都是五五开，都是五五开，其实还是像这两位棋手来说，他们这个水平肯定都是五五开，对啊、嗯，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哈、嗯，要不然浩然老师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盘棋的要点。可以啊，可以、啊嗯，就是我觉得这盘棋就给我的感觉就是感觉杨鼎新就是他把辜子豪就是他的风格和这个套路呢，就是感觉给摸透了，然后就明显有备而来的感觉啊，就是刚好把他这个克住了。对，是就是我们开玩笑话，我们院长就是说他有点这个太极的感觉，就是让你打不到他，就是啊，然后就他很轻易，对，很轻易的就把你所有的这个攻击呢，就是给化解了。嗯、我觉得其实从一开始，说实话啊，就这一盘棋第二步棋。这部星位啊，嗯，我就感觉到了杨鼎新他的这个战意，战意啊、哦，对，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就是要上来就要跟你就是战斗的那种气势，对，气势啊、嗯，对，我觉得就气势很足。就第二步棋，说实话，现在很少人就直接下到对手的这边来了，嗯，啊，正常来说都是这边对角或者是这边比较多，是，然后走在这儿的话呢，就是说他可能也。一个是气势，然后一个呢也是打破了就是辜子豪他的一个布局的一个准备，也许嗯就是比如说你占这个星位白棋，那么黑棋他有可能他不是错小目，他可能是星位星小目，嗯，对吧，他走在这儿的话他就逼迫你走错小目或者走这样的，就是他可能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平衡、哦、就是这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以前在比赛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前一天去备战的时候、嗯、看到对手的布局的话，如果他喜欢这样的新小目、嗯、也许我第二手棋也会下在这里。对，因为两位棋手应该相互之间还是比较了解的。那肯定很了解。但因为他这个比赛连续的、嗯、其实也没有什么时间做提前的准备。嗯嗯嗯、但是就是凭借他们这个平时训练当中和日常生活中这种熟悉的、嗯、对双方熟悉的这个了解程度。是。会可能会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有可能、哦、有可能对，然后就第一个呢他可能是气势很足，然后想跟你作战、嗯、然后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就可能打破你的一个思路、嗯、然后实战等于逼迫辜老师下了一个错小目，因为我最近看棋还是比较少，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错小目是不是他平时经常下的布局、嗯、如果说这是不是他经常下的布局，那是不是就是说证明杨鼎新他已经第二步的策略就成功了，是不是有一种对、哎、就有一种成功的感觉，嗯，然后因为错小目以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格局呢，嗯，我觉得更适合杨鼎新的发挥，其实是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格局就是更适合也那个鼎爷的一个发挥，然后在这下面的这个应该差不多，嗯、这个差不多，然后从这个靠开始应该是一个辜老师他主动出击，对，但是第一次就被这个鼎爷就忍耐的化解是啊，其实化解完了我觉得也并不是特别便宜黑棋，就是白棋看起来好像委屈一点、啊、对对，但是这个委屈两手之后、啊、觉得白黑棋也没有什么占到什么便宜，也没占到什么便宜，然后没占到便宜以后反而可能是不是还成了一个负担了、啊、也有可能，嗯啊，然后等于没占到便宜以后就是这种格局，为什么说辜老师他不适合，就是他可能找不到一个他的一个发力的地方，是的是的，那么走完以后他第二个发力的点就这个尖冲，嗯，就发力完了以后然后一跳
就是想在这里做一个发力。嗯，啊，但是后来等于是被杨锦新呢从这打入桎梏，很漂亮的桎梏的话，等于又把他的这个发力给化解了。对，啊，这是第二个发力点，然后又被化解了。化解完了，我觉得最终就是失败呢，黑棋应该是这个中间这个开劫。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对，我觉得是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我觉得其实后来我想了一下，脱先好像也还可以，因为暂时确实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劫材。那么实战等于找的这个劫材看上去很大，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白棋这个走完以后，黑棋的夺的目数并不是很多，啊，然后白棋拆边以后，这里其实它损失并不大，但这个劫材这个劫打赢了以后呢，它我们开玩笑说阳光普照，就是它。他后了以后，这边所有的作战都会围绕着他这个变得更有力。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发力点被化解了以后，顾老师这个开劫是不是着急了一点？对，我觉得是他可能本局的一个失败的一个原因。包括这个黑棋白棋消劫之后，利用他这个后势还威慑黑棋，就在中间这个自补了两手，自补了一手吧，自补了一手。对，然后白棋呢，先手把这个角对掏掉，对，他就通过这个，就是所有的地方就很舒服的在进行。对，就是这盘棋总体感觉白棋还是下的比较的这个行云流水啊。对对，我觉得最终的失败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开劫的着急。嗯，但也我觉得你要说这个是失败原因，也许从一开始这样的格局就已经注定了不好下。嗯，就也许已经不好下。对。不过好在这个第一局是吧，第一局的胜负呢并不是我们最终田园赛的归属。嗯，那么这个悬念还会持续，至少持续到明天是吧，是第二局也许还有第三局。嗯，那我们还拭目以待，看一看这个第35届的田园赛到底是花落谁家啊。好的，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将在田园频道为您直播田园赛的决赛第二局，欢迎各位棋友到时候准时收看。那么今天感谢王浩洋老师做客演播室，谢谢，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个第一局的一些精彩的讲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各位棋友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